不管是抗病还是卫生纸盒，甚至是一百个一百画作，这些作品全部是草屯地面詹林兰用一张又一张的纸所做的，做到是真活泼参真的感觉。羽毛的话，边缘就是一根一根去剪出它那个羽毛的感觉，那在剪的时候会很费工，而且很耐心的一刀一刀去剪。你的鳞片不是从头贴到尾，一定要跟着转，那转的方向来讲，你的角度又要对，不然你不对的时候，它会有逻辑上的一个错误。创作者詹林兰因为平常时真喜欢水的物件，所以有一边看到纸雕的艺术，可以开始投入这项创作。十多年来，都要提升家己的技术，也靠着详细观察能力，让伊的作品看起来手工一样。他的表情、动作，然后像一些动植物的话，我们就会随时带着相机或者手机去拍。然后拍起来的话，我们就会去看一下说，把花蕊的形体搞出来了后，然后再个用色水，小小一朵花该怎搞工？会使把家己的兴趣跟工作来结合，或者你那是做了真欢喜。在平常时来投入创作，伊伫社区大学一个学校嘛来上课做推广。伊讲乃至来发展性关来电视创作，对地方产业是有所帮助。像埔里有很多像宣纸啦，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进口纸，有一些花样的纸。那其实跟纸雕来做结合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异业结合。异业结合的话，其实有时候可以提高我们南投县纸业的一个蓬勃发展。在努力的学习之下，詹林兰在纸雕艺术走出家己的一片天，伊嘛将愿意甲大家来分享创作经验，希望予较侪人愿意来学，甲这项创作来传承落。记者林云信采访报道。